上！够了，别再让兄弟们白白送死了。兄弟们，都过来。兄弟们，长点眼睛，别当炮灰。兄弟们，大家注意隐蔽，火力接触，拖住共党，等待大部队增援。特务不敢进来，在这胡乱打枪呢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啊？哎，是什么人救走了小影？我知道了，你通知周边的哨卡，如果发现，务必全力掩护。怎么？说特务靠过来了，有人击毙了特务，救走了小影。我马上过去找他们。你等等，我已经让周边哨卡派人去寻找，等有了消息，我们再过去。情况怎么样？这个共匪大武虚发，作战经验丰富，心理素质极佳，很有可能是巨人。通知宪兵团，立即查清楚城内的所有驻军，看谁不在。命令戒严部队封锁东城区所有的出入口。是。叶副站长，让兄弟们上。何站长，共党强棒当中，不能再让兄弟们白白送死，等待大部队增援吧。我觉得叶副站长说的有道理。让部队赶紧靠上来。是。别开枪，自己人。让他过来。你救走的人呢？现在这里安全了吗？安全。叶厅长办公室，什么？好，太好了，一定要保护好。叶队长，徐总带着叶阿姨到了咱们哨卡，我让老陈去接他们出来。好。那人啊，去乡下了，家里头只有这么一套衣服。你先试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外面有兄弟警戒，这里很安全，你们在这休息一下，我出去看看。好，谢谢。我奉叶厅长命令，到保安厅六大队公干。对不起，请回吧。上峰严令封锁城东地区，禁止任何人出入。我有紧急公务，必须当面下达。对不起，请在解除戒严之后再前往，请不要让兄弟们为难。请吧。封锁区内所有保安厅哨卡。是。
叶副站长，你认为共党会往哪个方向逃窜？这个不好说，一切听何站长指挥。吕副站长有何见解？见解没有，不过我觉得共党应该是回家吃饭去了。太紧张了，开个玩笑，让大家放松一下。叶副站长，共党是不是往那边跑？啊，咱们去看看。这兴师动众的，没个结果，可不好交差。何站长，你就放心吧。老吕，走。啊，走。中央军封锁了街道，你秘书暂时不能来接你们，你们现在在这儿休息一下，等天亮之后街上有些人了再想办法混出去。不行，来不及了，我必须马上走，麻烦你通知李秘书，让他在电话局附近准备接应我。还有我脱下来的衣服务必要帮我销毁掉。这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不行，我必须马上走。小颖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上班。你疯了是吧？我必须上班，不然我会连累我哥哥和家人的。行，那我送你去。好，好，好的。叶阿颖今天夜班，要我们在电话局附近接应她。通知电话局附近哨卡，选派可靠人员换上便衣，前去接应。是。报告，进来。厅长，城东封锁区内各哨卡报告，有特务、宪兵在哨卡附近窥视，意图不明。军队，他们有长枪，射程远。那你帮我想想办法。特务已经盯上我了，我必须回去。哎，我说你们共产党都是死心眼吗？你明知道他盯着你，还晃悠什么你？不行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必须得冲出去。只能清楚了。跟我来。注意安全，放心。
老四，你们大哥和小姐在一起，你务必把他们接应出来。是，老四，拜托了。厅长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您是我们老大的徒弟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报告，进来。宪兵司令部派人来点烟，清查不在外的军人，让他们等着。是。看来何伟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。鬼儿子，当初就应该一枪毙了他。厅长，李先生，我现在就带兄弟把老大和小姐救出来。等等，你不能去，你要是去了，就等于告诉何林，他们围住的是许东和小姐。那怎么办？你先回去，按住你们兄弟，让他们别动，我调我们的人去接应。明白。哎，都是拖家带口的，这有点什么事儿啊？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何必这么认真呢？你说是不是？我们奉命办差，也是身不由己，请多见谅。那是那是。哎，那这样，我马上通知他们到齐，好吧？好，我在这儿等了。辛苦了啊！没事没事。哎，最近咋样？哎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啊！哎，哎，这位长官，请留步。这是我们厅长的私人秘书，不是军职人员，怎么？这？他的幕僚你们也控制啊？这个不敢，这个不敢。辛苦了啊！哎，不客气。哎，你等一会儿啊，一会儿就好。好好。忍一忍啊，没事吧？三哥和许东被困在封锁区内，你们马上去电话局附近接应，告诉许东，宪兵在保安厅总部进行点烟，让他另找地方躲避。是。你的伤没事吧？没事。好，带足弹药，马上出发。是是。通知叶副站长和吕副站长正面支援。是。马队长侧面迂回，其余的原地待命。一组跟我走，二组原地待命，出发。
隐蔽，弄堂有狙击手。你说啥？擦伤了。叶副站长，你受伤了？没事，擦伤。马队长，何站长心疼你，让你迂回。我们这儿呢，就是在送命。你看到了吧？子弹再低一点点，叶副站长就已经交代了。别废话，赶紧追！卖命的，不应该老是我们吧？进来，厅长，宪兵司令部再次来电话。接过来吧。是。老兄啊，我这保安厅是地方部队，军官家眷大都在城内，你的点烟不要紧，在总裁面前我这老脸往哪搁呀？卑职也是奉命点烟，请叶厅长海涵，卑职保证点烟结果内部消化，绝不上报。那好吧，还请老兄多多帮忙。有。向前看，立正，围栋集合完毕。孙志勇到，张普到，李有才到，启动。刚从山上来的，这么早啊？刚才说什么呢？是长官，对不起，是我嘴臭，该打该打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有一个叫许东的在这儿留宿吗？哦，应该有的。说具体的。哦，那个姓许的，在我们这儿赎了个姑娘，
就住在我们后院，好像他们有时候走后门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带我们过去。是是是，长官请。有人找你。哦，来了，来了。别动，别动。哎，想干什么？你身为党国军人，饶俗不归，还问干什么？我去你娘的！哎呵，狗日的，听好了啊！那个是我老婆，你再说一个嫖子我听听。你们俩把枪放下。是。上峰有令，点烟保安厅。兄弟也是奉命集中未在位人员，别冲动。上峰指示，我们代为保管你的配枪。还有其他的枪吗？比如长枪。没有。感谢配合。行吧。没事啊。搜一下。是是。别过来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不要过来！哎，你别紧张，我只是搜一下床线。这什么都没有，嗯，哼，走。啊！你们在看枪啊？干什么？走！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放你啊！干什么啊？都别说了啊！你再说。别动！干什么？报告何站长，没有发现长枪。辛苦了。把人带过来。叶副站长，你认识他吗？何站长，马先生说过要我们京城团结。请叶副站长帮我检查一下这支枪。马队长，过来一下。叶副站长，有什么事吗？帮站长查一下这支枪。站长，这把枪很干净，最近应该没有开过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啊！你当着我的面让我们家少爷检查我的枪，你抖威风是吗？我是他的上级，我有这个权利。哦，这长官很威风啊！你抓那么多人回来，你检查我的枪有没有打过干啥呀？就是为了缉拿共党上峰布置的统一任务。哦，那要是我的枪打过了，我就是共党是吗？你至少有嫌疑。那说来说去，你还是跟我们保安厅过不去啊。这个时候开枪的机会多了去了，我要是赶上了呢，我就成共党了，我们家少爷跟厅长也跟着成共党了。你少跟我废话，带去。走。等会儿。走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人脾气不大好，知道吗？你训斥我
我是叶厅长的侍卫，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你脑子有病吧？你少给老子在这乱叫！再走，走走吧你！把我惹急了，我脱了军装专门跟你过不去，知道吗？我就你干什么？你疯了你！你当自己是土匪啊？叶厅长丢人！带下去，走，走，快走！你们荣战要是没完，别怪我们保安厅了，以后打交道的机会多了。他娘的，放开！别走，快走！怎么样？两个人都出去了，我送小叶直接去电话局上班了。内无法再发包，无论如何不能再冒这个险了。知道了，去把何站长请过来。上班只是迟到了半个小时。他是自己一个人去的。哦，保安厅的车送过去的。看来又是竹篮打水。站长，我们昨晚围住的公道，那保务员身材娇小，十有八九是叶安爷。可是我们没有证据，就算是找过去，保安厅那边也会帮叶安爷编一百个不在场的证据。就这么算了。不能再给保安厅借机闹事的机会。好了，谢谢啊。二哥，哼，我早看过了，没人。小心驶得万年船啊！哎，这是军校的地形图，回去交给老爸。所有我能观察到的警戒哨，全部在上头，标好了，交给你。小心啊，别弄丢了。哎，二哥，老大说。让你摸清老蒋的活动规律，最好能搞清他住哪个房间，这样能选择狙击的制高点。什么？大哥要在军校里狙击？这不找死吗？他说了，你靠近不了黄浦楼，摸不清近处的警戒情况。就算我们混进军校，也一样靠不近黄浦楼，只能远距离狙击。是啊，我尽量搞情报，不能让他去送死。喂，喂，喂喂，喂！来人！总裁官邸的外线电话十次有八次打不通，你问问电话局的局长，他脑袋还要不要？已经联系过了，电话局方面说，政府部门已经全部来冗，成都通讯设施薄弱，已经严重超载。你们先遣组都干了什么？这点事都干不好。你这样吧。你去趟国防部，让国防部派通讯技术总队到电话局检查更换设备，要确保总裁官邸和各重要部门的通讯畅通。是，去吧。里面请。
叶厅长，总裁临时有事，委托我与你谈一谈，请。好。请用亮文书，丁大海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看总裁。看什么？总裁，我只是在报纸上看过总裁，我想亲眼看看总裁的尊容。不许窥视警戒区。长官，我是在警戒线外面看的。那也不许。是，长官。再敢窥视，我关你禁闭。下次不敢了，长官。请长官饶恕我这一次。相互为令。是，长官。去吧。谢谢长官。为了准备川西会战，国防部整补装备了几个军，这是编制序列，请叶厅长过目。这是哦，是这样，总裁一直认为呢，叶厅长是党国栋梁，保安厅厅长一直是大材小用，请叶厅长优先挑选一个军担任军长。不妥，不妥，不妥。是这样，总裁的意思是让你暂时担任军长，等川内平定，与刘文辉的24军、邓锡侯的第95军组建一个兵团，由你担任兵团司令长官。感谢总裁厚爱，但此举真有不妥。有什么不妥啊？这是总裁对你的信任。次长误会了，不是说我有不妥，我已多年未曾统兵，现在共军步步紧逼，川西会战随时都有可能打响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熟悉部队。长官不熟悉下面，部下不认识长官，仓促上阵恐未战先乱。总裁之川西会战事关西南大局，叶某岂敢儿戏，建议次长在援军中挑选军长，以便尽快熟悉部队，随时投入战斗。如今只要是提到权钱二字，无不趋之若鹜。叶厅长心里想的是党国安危，总裁没有看错人啊，我一定向总裁如实报告。叶厅长，总裁为解你后顾之忧，特批了机票和20000美金，让你把家眷送去台湾。感谢总裁厚爱，还请次长代我保管。叶厅长的家眷另有安置啊？还在家中。那为什么不去台湾？现在机票可一票难求啊，那是无价之宝啊。正因无价，我才请次长代我保管。我身为保安厅厅长，虽位不高权不重，但我的部下大多来自地方，倘若我先把家眷送走，地方人士必然会很快得知，他们会以为我们弃守成都。现在人心已经浮动，如果这样下去，会造成更大的纷乱，不利于后方的稳定。我意待最后一刻再送家眷不迟，请次长定夺。次长若不相信我，可指定地点，我把家眷送过去。这是什么话？叶厅长效忠党国，那是有目共睹啊。总裁对厅长也很信任，好吧，我尊重你的意见。机票呢，我暂时替你保管，如果需要随时来取。哈哈，哎呀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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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驻电话局特派员，在此奉命迎接长官。啊，客气客气，我奉上峰指令，前来协助维修通讯设备，啊，以保性能正常。啊，请。这边好。啊，就这个区域。啊，请这边休息。好。有问题，
麻烦喊长官过来。是。怎么回事啊？长官，这两条线路之间搭了系统线，如果进行通话，通车就会中断。电话，走，快！我是何林。执行你的计划。是。喂，喂喂，老楚，你电话通吗？不通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谢谢啊。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荣战班，回去。家里有急事，再啰嗦就送你去荣战。喂，叶公安吗？你是哪里啊？我驻电话局特派员，请叶警士接电话。好，请稍等啊。小姐，电话。喂，叶阿颖，哪里找？叶警士，今天国防部通讯技术总队要来检修更换设备，你尽快回单位协助。好，我马上来。陈妈，我出去一下。哎。是叶雅颖小姐吗？